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Leon。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在屏东一间叫做新园。新园是 Alan 他找到的一家，算是养老院吗？算是，就是一些比较属于那种有一点社交障碍。今天这一个是尚勋的妈妈，她也要来这里帮他们剪头发。剪剪头发有几个？二十几个。今天差不多有二十几个，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一个义剪，待会我们要进去剪二十几个都是有社交障碍的，顺便来教他们如何与人沟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也是一个新的影片计划。那待会我们就要进去帮他们做一个剪发，因为他们已经都坐在那边等待我们了。那今天还有 King， 嗨 ，King 今天他也有过来，所以今天是一个大集合，我们今天就要来。为社会尽一份力，走吧。It's beautiful life，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 It's beautiful life， 너의 뒤에 서 있을게。尚勋两个人要轮流再去帮他们做剪发，然后现在是尚勋的女朋友，还有我弟 King， 还有尚勋的妈妈在帮他们先做一个剪发的动作。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其实目前还没有固定配合的理发团队会来定期帮他们做剪发，所以这边的一个管理的小姐是希望我们可以大约定期二到三个月过来帮他们这边做一个剪发的服务。那当然这个的话我们待会再做一个讨论之后，应该我们是会接受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因为其实二到三个月剪一次头发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做的一个能力范围，所以我们之后应该定期二到三个月就会来这个地方帮他们做一个剪头发，让他们每二到三个月就可以有一个很清爽的发型，然后就是改变他们的心情。那待会我就要去帮他们做一个剪发，因为今天其实剪的大概刚才是说有二十个人，但是我刚才再看一下，差不多十几个人而已。那边我还有放一台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后续剪辑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一个剪辑画面。那现在我就先赶快过去帮他们剪头发，因为人数其实还蛮多，我们只有四个人在做剪发。你要全部都剪三分的，好，三分的话就是全部都光掉哦。我现在要先帮这一个北北剪头发。哎，为什么要剪那么短？这样比较凉，比较凉。啊，也比较好洗头啊。啊，不然洗头很麻烦。感觉比较时尚的。啊，你上次也是剪三分吗？对啊。你上次也是剪三分啊？上次也是剪三分。哦。我都不敢剪三分呢，我怕太短，我自己的头都怕太短。你看，对啊，哇，你这样洗完头都不用吹干了呢，都不用擦一擦就好了。好废啊！我都不知道头发长啊。好了，谢谢，谢谢。不会。帅哟！帅哟！你怎么称呼？叫。贵姓就好。草头庄。哦，草头庄，这一个是庄先生。那之前有人来这边帮你们剪过头发？没有。第一次。第一天。所以你在这边很久？没有，还好。刚来没多久。没有，都是好像有一年半左右。哦。去年六月，今年六月多。今年六月多来。都才来。然后。待会就是你要给中间那一个小姐剪嘛，对不对？嗯。好，那你待会有想要剪怎样吗？有。你想要剪怎样？后面全部理掉。后面全部理掉。像那个片头一样。那你帮我跟镜头说嗨一下。嗨。好，那我们就谢谢庄先生。你现在给我们这个小姐剪开心吗？你喜欢给漂亮的姐姐剪，对不对？
欸，他应该不算姐姐，他应该比你小。看这里，看这里。是猫呀。是帅帅呀。啊，这个上面还可以帮他抓头发。他自然简单，刚刚。有没有喜欢？喜欢。哎、欸、哎、欸，对，谢谢啊！谢谢。剪发剪多短？这么短啊？对。你前面不要盖到盖到脸，对不对？妹妹头吗？看，然后妹妹头。妹妹头，按这样子呢？我这样很可爱。欸、不会不会不会。我自己头的呢。这样子短短的，在这里。我头的。好。好。你扯哎、欸！哎呀，哇，他都好你扯。这样好不好？这样短短的，可爱哈，好哈。一边熊背啊，还要一根不留呢。对啊，他最后的选择还是要光头啊。真的要那么短就对了。帅，真的帅。最短的还没剪干净呢。来，一起照，一起照。哎，好。哎。这个要给帅哥剪。对，修一下就好了。旁边修一下。King来这里也是男神呢。能白。能白。要有场吗？对。全数都帮他们剪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要拍一张照片，就要结束今天的影片了。你们不入镜吗？要。他们要入镜啊！对对对。你们先入镜啊。感谢壮啊！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嗯，好，拜拜。好，有说，哎，啊，东西都拿了吗？东西都拿到吗？哎，刚刚可以用个人来对。哎，别生气，别生气，拢是来对。叫我。今天这个影片的特别企划，主要就是希望发自内心，然后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那今天这个影片差不多，其实到这里就要做一个结束了。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来帮他们做一个剪发。那大家如果看影片的话，都会知道，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开心的，在帮他们做一个剪发，然后他们也很欢迎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帮他们做一个义剪的活动。所以剩下的部分的话，就是会交给尚勋来跟他们做一个后续的联系。那当然，只要有义剪的活动，我就一定会到现场做一个剪发及拍摄影片，让大家了解，其实很多地方都有需要被帮助的人。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爱心，然后为这一个社会尽一份心力。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拜拜。
Just run away with me, darling.